Amazon 啊，咁咧就佢話會唔會上翻3000關口？呢個係 Jack Jack 824嚟嘅。之前你就話睇3000樓下，你覺得好吸引嘅，你等緊位買嘅。好啦，而家真係俾機會你買啦，你又買唔買咧？哇！我暫時都未買喎，冇辦法。喂，真係有陣時唔係話，哎，你明明之前咪咁講嘅喎。喂，大佬動態 trading 啊嘛，喂，你出到嚟個業績又係彈唔起嗰啲 friend 嚟喎，比較難搞喎。咁所以我自己都冇特別去搏嘅。所以我會。即我不覺得他會死的，但我想你要等個圖呢靚仔返少少先去操作，暫時我就不會夾硬去接刀住。係，你覺得他是衰業績啊，定係衰估值啊，定係即係嚟緊大家看不好個美國經濟啦？我想是衰業績先咯，即係你話業績出到嚟啊，又要虧損，同埋他之前始終有揸住 Rivian 咧，咁有個上一次咧個業績咧就有 Rivian 咧嗰隻電動車咧，咁所以個條數靚咗嘅。咁但係今一次冇咗嘅時候咧，咁啊相對嚟講就會肉酸少少咯，咁所以。要等咯，即係用等個市場話俾你知幾時先買得翻咯。暫時睇圖都真係買唔落手住。好啊，好。